你在收听的是 Hit FM Good Morning。 今天早间的第一首歌听到的也是一首特别励志的歌，我觉得一大早可能一系列的时候需要一些励志的东西。 Meek Mill 是一个 rapper， 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自己惹上了官司，他自己就是可能因为觉得法院判决没有很公平，所以他给我的判刑判太重了，我自己拍一个纪录片叫做《释放密克》。也是因为这种很有趣的性格，很有个性的一些东西，所以他打动了很久都没有。
temper trap, sweet disposition。 你在收听的是 Hit FM Lazy Afternoon， 周一到周五的一点钟到四点钟。对，这其实真的是我，对我个人而言，就是在刚刚好两年之后又回到这个时间段，也没有特别多的感触什么。但是我刚刚在准备，就是我想要把以前用过的一些背景音乐再翻出来，对吧？我不能天天来直播间用别人的背景音乐，所以翻出以前自己用的背景音乐的时候，找到有一首歌，当时就觉得哇塞，就感觉回忆还是挺美好的。所以你在收听的是 Hit FM， 本周的 Hit Focus， 我们要聚焦的这个人，他是美国嘻哈界的一匹黑马。说到嘻哈圈，去年就有一匹黑马，对吧？那个 Little Nas X 唱那个 Old Town Road。 那今年这个人叫 Roddy Rich， 他成绩依然特别的好的 Box， 他唱的是就特别有一种喜剧片的效果，就是一个混匪帮在街上混的一个人，然后他在他们这个所谓的嘻哈的家族里一些有意思的故事。所以今天Hey Focus， 今天我们想问的是说，所以你现在做的是这个什么专辑？超市买的那个肥牛，